我觉得现在的人，你只要有才华，你随便发个微博，你很快一天之内吧，全世界都知道你。对对对对，唱跳的嘛，唱跳，我当时就翻脸了，哎，当时连什么舞蹈老师都找好了，我觉得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就走了，然后来就跟他们就解约了，因为这个事情。当然了，我跳舞搞不好会火，凭搞笑火，搞不好。哪人最大的收获有哪些？认识了很多将来的巨星啊，对，以后就是等我老了，对对对，帮我，对，等我以后老了混不下去了就，然后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